到我们是住在皮岛在窝，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与左约翰一书三点之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为天为大，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天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似乎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和主约翰一书与约向太福音在文体上迫将刺苦其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体作者。空福音书作者情约翰乱其所神为上帝，所以老有新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运行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又成了神灵的活人。天地以来是神二七五能产生国家所言证可知的藏灵山柳之进行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就可以晓得儒家叫人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二十家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姓名庙之门等上帝的存在，所言上帝的量目米不需要回回之地等用的人的方法来叫民时自驾用火尸体窄门等等主的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到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沙丘情而道，就是乱脚原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过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证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国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事实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或言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宁摩诃迦摄分作令座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亦护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做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不入室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主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主之物本性
会会能约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子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存在者改门圣经书马太福音天七章所早写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与所有们要进窄门，因为眼造灭亡了。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上天去的人也弃我为奴。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迷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御贤观，永脱苦海。母字垂母，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平师立，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反饶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长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虑见本原，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但悟修道本末早至。
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早在使你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邪曰在屎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监是吕系也。每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庄子之备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一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奉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闷倦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将玉意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至凝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皇及坤前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有生三一本散万书灾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旅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如若是先衣邪交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与探子归
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经显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荣华，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乘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曰盘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将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七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帝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境，进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
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替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魂顿清气生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秽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即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极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 e://occ/occ-2/意图象极生化五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齐备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已齐备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界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就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一齐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
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持旗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李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李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恋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元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李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霍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将林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隐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掉魂，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记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叔皇母训子十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有一悲声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与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烟。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风湿名利图煎熬，安得闲鱼不
至今时区只算60000年，载美享而在世，苦母亲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0000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0000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0000多年，今时下运已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渡收缘。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礼时修一礼，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依人一出错，一礼是良心二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回应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front1_cas1zm.6/view_prefequals2n+p=1009538991504764845A305。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讲讲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境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知己是眼不能见，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Tilde 5 General 1:1。起初神创造天地。General 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General 1: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General 1: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